朵花于2004年成立，虽然活动不久，成员纷纷退出，不过七个人的感情仍相当要好。而成员之一的陈乔恩6月23日突然发文，抛出七朵花的聚会照，并说永远记得你，永远爱你，让粉丝都担心发生了什么事。随后传出昔日成员周立成仔仔过世的消息，享年35岁，今日举办告别式。当年周立成未成年时就加入七朵花，却因违反禁爱令而退出演艺圈。不过离开幕前的他经历结婚生子，还会带着家人一起参加七朵花聚会。今年1月时，七朵花还曾经合体，不过当时赖维如晒出合照表示这次少了仔仔，也透露竟然同时有四名成员身体状况不佳，甚至要开刀动手术。如今仔仔传出离世消息，让人感到相当惋惜。